中午的11:17，北极桃族的三U，三U就是 U car, U motor, U bike, living area placed conference 记者会，生活圈的记者会，也就是说台北、基隆啊、桃园呐、还有新竹的生活圈记者会，在这个副市长呢共同打造下，今天举行个记者说明会，提供绿能的共享异化，共享异化。三U就是三个U就是有汽车 U car, 有 U motor, 摩托车，有 U bike, 就是我们现在你看到这个 U bike, 目前生活圈的记者会呢，在南港展览中心城市论坛中这边那个记者会上面也说明说，台北市目前已经建制300处公共自行车的租赁站，提供9838辆的 U bike 供市民使用，预计今年106年底完成了400站的建制，提供13000辆的公共自行车，让市民更方便的使用 U bike。威摩科技在去年10月成功推出威摩 Scout 电动机车共享服务，现在已经在台北已经有电动摩托车租赁的服务。台北的希望仿此模式提供场域，鼓励民间业者推出电动车的共享服务，考量民众交通需求，未来也将与基隆市、桃园市、新竹市等城市研议，共同打造电动车及友善环境，首都生活圈朝共享绿能异化的智慧城市迈进。环球邮报的记者燕国龙在台北南港展览中心的报道。